员的角色，深不可测。半梦半醒。他也是啊，能不能一样的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以半梦半醒啊。你的警察都要有使命感。浮夸几率很小啦、啊。哦，少说嘛。够证据就够。我怕死、啊。没事。我先唱《连着三个好朋友》很快很快很简单。难为情且定分解。哦。终于等到。什么？终于等到。等了好久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。现在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你不是唱歌吗？我在饶。哟哟。我做了有华哥加动，华仔加动动有彭于晏啊哇啊就是你了，三个人拍吧，可以，好，来又是一个又狠心又暖心的经济，又快又慢的。我在现场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快，有时候会变慢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他们都喜欢赶我走，又搞笑又严肃，一个建制，算林正涵投降吧。哎呦，我说一句，你跑不掉的。就我跟自己说，你可以再狠一点。今天又是买乐透，为什么又是你呢？我怎么知道又为什么？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1月19日就要在电影院跟大家见面了。前行有很用心的班底，还有很多演员。在去年拍摄的，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想看我们就在戏院里面，前行，一定行。我林家栋推荐你们一定要听刘德华跟庞一安刚才说的话，一定要看前行。新年快乐！他不能单独过你。